现在是凌晨的12点半。我拿出了这一台相机，是我第一次拿来拍 YouTube 的 Vlog 用来记录的相机。为什么我要把它找出来呢？这台我已经很久没有用了，1年多都没有动它了。为什么要把它找出来？我来说一下。等一下。放在这里好了。主要是因为啊，明天是彤彤最后一次上幼儿园，就是彤彤幼儿园生活的最后一天。我明天会最后一次送他去上学。那当初我第一次送他去上学的时候，就是用这一台来记录的，所以我想说，最后一次也用这一台记录，这样子它两台画质是一样的。那当初我第一次记录的时候啊，是用这个绳子嘛，这个绳子是刚我才就请我老婆叫我老婆帮我穿上去的，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绳子就是挂起来不舒服，我有拿掉，那我老婆刚好帮我重新挂上去。那我现在在调整它的这个长度，因为彤彤这两年来长高了不少嘛，它本来是100公分出头，现在已经115了。那如果我用一样的这个长度的话，本来可以拍到它，然后因为本来可能这样子嘛，啊，本来可以拍到它，它本来这么高，100公分差不多。我拿这边来看好了，你看明显，这边有身高尺，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拍到。拍到什么？拍到我吗？有啊，没有头。没啊，有有相头。机吗？有相机，没有头。这样差不多。眼镜里像都没有。对啊，你可以帮我弄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一直说。走过去。我不知道，可能年纪大了都，这可以拉小高声一点，一点。我正在睡觉。可以啊，可以拉高。哎呀，你现在知道要小声一点了。有吧哈，就是我们本来上幼儿园的时候，差不多这个黄色的，100公分。我的相机如果长度这个长度，背带的长度是不变的话，就会变成被它本来是拍得到，然后现在长高了嘛，本来是100公分，本来拍得到，它现在长高长到115。那如果这个长度不调整的话，就本来拍得到它的肚脸，子顶上了。对，就变成拍到它的头，就是因为就是。反正重点就是我要这个长度要跟他身高调整嘛。那我刚刚觉得很好笑，我特别要拍的一件事，就我老婆讲的。我调了半天，我发现怎么这个相机我有试拍一下嘛，怎么视角都是有点朝天花板。然后就想到一个重点了，除了高度之外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的肚子。这2年来我的肚子好像变大了不少。就是正常来讲，相机是这样子嘛，平平的拍前面。啊，我的肚子变大，就是有。中年男子的尾鱼肚了嘛，就变成这样侧面看比较明显哦。来拍前面，看到吗？肚子变大就斜了，就变成拍斜上方，就怎么瞧感觉到是拍斜上方，就怕说这样背着拍不到彤彤的脸，拍不到彤彤跟彤彤的互动，所以我现在很努力的在调整，因为明天早上就要送他上学了。我还是会用 GoPro 拍的，现在就用这台是 GoPro。就多一点记录啦，因为就是很珍贵的回忆，真的很珍贵。因为我现在回去看他第一天送他上，带他去上学，送他到幼儿园啊，真的很庆幸那时候拍下来。好，我再来测试一下哈，我再来测试一下，看一下录音。我刚就这样子测试，这样走来走去，我就这样走来走去。走来走去，然后看一下这个拍的角度怎么样？拍的角度怎么样？看一下。我来看一下。重点是要拍这边吗？我们现在115，我看能不能拍到吗？这样会变成如果。希望相机不要朝斜上拍的话，变成要一直缩小副轴，有吗？
我正在练习美姿美仪。继续走。你这样拍到只有你的肚子、欸，为什么？这是你的目的吗？没有啊，我要拍。我在练习嘛，用这个相机的镜头，我想要测试一下。可是你现在脸都只有一半啊。嗯，没关系啊，说话的时候有点就好了。我看一下，嗯、也可以跟大家分享，也记录一下好了。这样很有那种第一人称视点的感觉吗？110公分。等一下，我来一个直接锁定110公分，我就站在这边对着他，假装他是彤彤。好，来吧。假装这是猴子，是彤彤好了，猴子差不多吧。上学了，最后一天了。其实彤彤比猴子还高哎，彤彤脸差不多在这里，看能不能拍到猴子。我们拍到这只猴子，这一台测试一下，这个距离。真的，因为肚子，我有肚子了，所以都这么斜斜的。所以绳子要放长一点。所以绳子要放长一点，因为现在变成会斜上，所以绳子要放长一点。再放长一点，试一下，这么长的，这么长的，好，刚开始就是差不多这样子。好，测试，开始，我过来看一下这边猴子。正常的走路。你的肚子真的太可爱了。肚子很抢戏吗？还蛮抢戏的。你缩小腹了吧？我没有缩，真的，我现在没有缩。我就想说，明天就正常的走了。明明就是吸气。没有啊，真的。我刚刚有看到。没有，我还我总算呼吸吧，你最好不要呼吸了。可是你这样做只有脸的一半呢。我没关系啊，我只是测试而已。身高115，你没有拍到这边什么近的距离，什么远的距离。好，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好像可以哦，现在拍的范围是100公分到120公分，彤彤的头的高度，脸的高度大概就100到120，对不对？他头大概20公分嘛。
哦，你不用调太高，因为要考虑到角度斜上往斜上。我觉得为了保险起见，是不是要再放低一点会比较好？嗯，我觉得为了保险起见，应该要再放低一点，再放低一点，应该就完美了。再放低一点，你会觉得这样子做这事很奇怪吗？不会啊，嗯、不会哦。事前准备周全，跟着那个事后再来想说啊，当初为什么没有调整一下，对不对？想想。这样一定可以了，这样绝对可以，几乎就是在我的头台这个位置，头台在上面两个手指头了，我怎么觉得比刚拿出来之后还低了？好，最后一次测试，最后一次测试，就你的感觉啊，彤彤身高是不是就这样子？差不多啊。这个是不是就等于对着彤彤的脸？嗯。因为你平常看彤彤的高度。嗯。轻轻的高度。你们要亲彤彤就这个高度，对不对？大概吧。彤彤洗澡的时候，他有跟我说，他本来是比我的斗宅矮，然后现在比我的斗宅高。然后再考虑到相机往斜上，往斜上拍一点。好，测试，再这样步走路步行。看一下。这边好，明天就用这个状态去拍，记录一下彤彤最后一次幼儿园。就再放低一点，我觉得有点龟毛，可是我觉得想再放低一点，再放低一点。我以为你会说你干脆戴那个头套好了。啊？我以为你会说干脆戴那个头套。不用啊，戴头套彤彤看不到。对。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戴头套看不到彤彤，对不对？彤彤身高太矮，我又买一个那个运动相机的那个头套了。我老婆还不错，没有说用那个头套，但那个头套就什么都看不到彤彤。彤彤身高很矮，还说把头套绑在肚子上，把头套在肚子上变肚围。再看得起你就头了，爸爸又切脸了啦。没关系啊，我现在测试没关系。我已经极限了，如果再放短这个绳子的话。感觉他就要撑不住了，这是极限了，最短。对，长错了，放长，最长应该就这样了，不能再放长，就放到最长了，最长就这样了，最长就这样，来吧，我们测试，测试啊，看一下，这样子的视线。拍到的是什么？好，希望能够拍到100公分，95到115吧，95到115，测试一下。然后走过去，再走回来。
好，看一下结果。等一下。哇，这个视线很接近了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因为也不能再缩小了，也不能再放长了，最长就这样子，已经放到极限了。所以其实困难的点是在于，彤彤长高 的速度跟我肚子的肚围 变大的速度是一样的。彤彤长高，那我的肚子的肚围也变大了，所以其实绳子不太需要缩短，这个背带不太需要缩短，反而还要放长。结论就是这样子，我刚刚一直还把它想说缩短，背高一点才拍得到，其实不用，因为肚子变大。可是你的肚子会把它挺到朝天啊。对，我肚子把它挺到朝天，重点是这样，赶不上彤彤长高的速度，这样子，我肚子变大的速度赶，彤彤长高的速度赶不上我肚子变大的速度，把它顶到朝天的，该减肥了。好，就这样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拜拜。